学院的各位老师和学生，大家好！晚鬼节来了，我宣布变装派对正式开始。这是你的奖学金，一张双职业变装派对竞技场门票，别让我失望。校长室报告，雷克萨本人会在图书馆帮他最新出版的英雄之书签名。我走过了好长一段路，历经不同的事件与战争，见证无数的同盟与背叛。这趟旅程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，只要你有力气跟上。我生于德拉诺，在大战爆发的时候，我的摩克纳萨尔同胞依然过着平静的生活，毫无防备。雷克萨，对上里欧罗克斯。要相信传统，我们这样过得很好。部落的崛起改变了一切，我们只能选边站。做儿子的竟然说这种话，看我好好教训你。部落十分强大，他们随时都能击垮我们，就像击垮德莱尼那样。我们只要低调，就不会有事。是巨魔，一半是兽人，其他人绝对无法接纳我们，但我们总得试一试。我们的氏族太小，我们的盟友太少，高山可以隐藏我们，有这样的保护就够了。你跟他们越来越像了，你从小我不是这样教你的。
你是有道理的，对，是有道理，所以你不属于这里了，你走吧。 我被逐出唯一的家园，既然无法说服同胞采取行动，我只好自己去找部落。要是他们愿意听，我失去的就不算白费。雷克萨，对上黑手。 黑手酋长，能跟我谈一谈吗？谈什么？先战斗，就明你有资格再说。那就来打吧。是的，那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我随随便便就能毁掉你们的氏族，你必须放他们一条生路。 还不错，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住手！你说服我了，但条件是，你必须加入部落。好，我发誓加入。 为部落而战，我穿过黑暗之门，来到遥远的艾泽拉斯。我对当地人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大酋长希望他们消失，但最后，就连他也失败了。历经两次大战，我彻底受够了。只有荒野，能让我找到慰藉。 雷克萨对上米莎，多棒的野兽啊！
我想驯服你，虽然这得花上不少功夫。你是这么久以来我遇过最文明的生物。你反抗是因为你在害怕，其实我也一样。该当朋友，我没有别的朋友了。也不是月光领地，我不喜欢暴力，不代表我没有实力。就知道你会听话的，从现在起我会照顾你，我们再也不孤单了。我离开了部落，有米莎作伴，我在卡林多的荒野四处漫游，我总是刻意避开城市与人群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别无选择。雷克萨，对上！凶猛的野猪人。那是什么声音？有人在战斗？来呀，野猪人杂种，来试试摩格林的斧头吧！撑着点，陌生人。你不是孤军奋战，他们突然冒出来偷袭我。你受了重伤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我恐怕救不了你了。我知道这样死也不化，只是我把事情搞砸了。搞砸了？
我要把一份重要的报告亲手交给酋长，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，我会失去荣誉。当苍下来冲的人，关门报告。是来传话的，大酋长。摩格林临死前把这责任交付给我。谢谢，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请留在杜洛塔接受我们的款待。告诉我哪里需要帮忙吧，我也想要有贡献。新的大酋长面临许多问题，他跟人类珍娜立下了和平协议，但我们的营地还是遭到攻击。珍娜宣称他没有下达那样的命令，于是我们一起动身去寻找真正的敌人。雷克萨，对上安林女士。那家摧毁了我们的营地，我们得先除掉他们，然后才能找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大海是我们的。我会尽全力帮助你。希望你会相信我。索尔相信你，那样就够了。在完成中文被杀到，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的和平，我真的非常担心。和平向来都很脆弱。关门吧，看我的风吧。
同。我们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，所以我们才会起冲突。小姐，真的是你吗？我认得那个士兵，我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晚点再解释给你听。啊，今天的工作运不太好。投降吧。家被击退了，但是攻击我们的人类又是谁？啊，珍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父亲，我知道这是你做的，可是你一定要明白，部落不是我们的敌人了。你太天真了，女儿，让开，我们一定要斩草除根。雷克萨，快跑！多谢珍娜，我逃脱了，但是战争已然无法避免，而且我们的兵力严重不足。大酋长索尔知道我们急需盟友，于是他派我去从半人马手中拯救一位年轻的牛头人，希望能赢得他们的信任。克萨，对上基拉格！你们绑架了贝恩血提，让他父亲非常担心，立刻释放他！蠢货，这个牛头人是我们的。父亲知道我在这里，你一定要带我回去见他。我向你保证，贝恩。半兽人，你会被我们关进笼子。笼子关不住真正的野兽。为我们战斗。追随可汗，你们会非常想念这家伙。
救这个家伙，你失去了许多战士。闭嘴！贝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朋友，我欠你太多了。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父亲都会答应你。贝恩说的没错，他的父亲凯恩酋长果然信守承诺，派遣战士支援我们。我们准备好面对普劳德摩尔上将，还有他所有的昔日仇恨。雷克萨，对上，带领。来呀、啊，你们这些野蛮人，为暴风城和罗德龙赎罪吧！情况不一样了。部落已经改变了，但有些事情是没办法补救的。索尔，雷克萨，我希望你们明白，这不是我策划的。我们明白，不过你也得知道，我们有我们该做的事。是的，我不会阻止你们的。必须彻底阻止普劳德摩尔上将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确保部落的安全。年轻人，大地之魔就在身边。不简单！啊！攻击他们的弱点！是部落的勇士，没有你，我们就无法赢得胜利。荣耀，畜生，全都是畜生！为了荣耀，大地之魔就在身边。雷克萨，我们会跟着你，带头冲吧！洛塔欧嘎，为了部落，为了杜洛塔。
们永远无法理解保护自己的家园和爱人是什么感受。你们选择放弃自己的世界来毁灭我们，为了荣耀不猎杀。手下已经攻击了，完工了。拯救了大家，这份恩情我永远无法回报。雷克萨，你愿意留下来吗？我属于荒野，习惯跟野兽与大地为伍，但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出现，兄弟。过了好一段时间，我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故乡。当黑暗之门重新开启，我总算能够回家。而当我终于找到同胞，情况就像当初我担心的那样，他们遭到血锤巨魔的攻击，并且受制于巨魔的首领一只巨大的古罗。我得用上多年战斗学到的本领来拯救他们。雷克萨队上，科格罗姆。是谁在找科格罗姆？我是雷克萨，部落的勇士，也是摩克纳萨尔之子。你才不是勇士，你太小只了。跟这样的生物讲道理是没有用的。就像在对抗一座山。我已经训练好几天了。熊不错，科尔格罗姆喜欢熊。完工了。
没有想到，是谢锤的在找人锤吗？你的血统很弱，味道像巨魔，小小的像兽人，我两者都是，独自猎杀。这座山是谢锤的在找人锤吗？自猎杀，是谢锤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在找人锤吗？在古罗之后，我的流放也结束了，我受到同胞们的欢迎，除了我父亲，不过我愿意给他多一点时间。这些年来，我发现最重要的事就是那些刻骨铭心的旅程。只要拥有不设限的自由心境，我们终究会找到自己的道路。